日前，一段陈意如深夜与周秀娜同宿豪宅的视频在网上疯传。从视频内容看，两人举止亲密，不时深情对望，搂抱缠绵，更甜蜜共度一夜，疑似同居。事后周秀娜方面虽然否认恋情，但小编我今天在网剧《美女公寓》的发布会上却意外发现陈意如和周秀娜竟然穿了情侣装现身，难道这是要公布恋情的节奏吗？就有默契的感觉。我们是拍戏然后拍出来的默契，对，所以今天就觉得啊，好好，对啊。一谈恋情就打太极，小编我可不吃这一套。陈意如在现场明明就抱着周秀娜不肯撒手，这又作何解释？这一抱足足抱了好久，不会是不舍得放下吧？小编我懂得。陈意如对周秀娜有意，不知道周秀娜对陈意如的印象如何？我觉得她就算不拍戏也会被她电到了，感觉这话里有话呢，你们懂得。